我哋身处嘅地方点解会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嘅气候变化呢？因为地球系环绕太阳公转，称为公转面或黄道面。但系地球本身不单会环绕太阳公转，亦会自转。另一日里面有日夜之分，形成早晨、中午、黄昏同夜晚。当地球自转嘅时候，面向太阳受阳光照射嘅一面就系日间，而背向太阳嘅一面就系夜间。但地球嘅自转轴同黄道面唔系形成90度嘅直角，而系以 23.5 度嘅倾角转动。六月夏至时，太阳直射北半球北回归线嘅正上方，所以北半球接受较多阳光，形成咗北半球嘅夏天。相反，这个时候南半球就系冬天啦。但到咗12月冬至时，太阳就直射南半球南回归线嘅正上方，所以南半球接受较多阳光，形成咗南半球嘅夏天。但相反，北半球就系冬天啦。一年四季因而形成，所以地球环绕太阳公转嘅轨迹以及地球自转嘅倾角系直接影响地球嘅气候。如果地球距离太阳嘅轨迹变近，就会令气温上升；相反，就会令气温下降。另一方面，如果地球自转嘅时候冇倾角，而系与黄道面成90度直角嘅话，地球就唔会有四季啦。同时，如果地球自转嘅倾角比而家更大，咁样夏季同冬季嘅气候就会变得更极端，